手把猪排这个叫，它其实都已经脱了一根骨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行哈。不太行，这个上面肉太厚了，没有炖到，很软烂。但是这个下面这排骨都已经脱骨了，人家是咋做的呢？这上面的肉可能得再炖一会儿。猪头。今天吃个猪头，骨头。
来，注意眼睛。来，开始。今天咱们又来猪五件了，先来个大耳朵。猪皮卷，骨头，大肥肠。今天吃牛骨髓，冬天就得吃点这玩意儿，它御寒呐。哎呦 ，sorry。
买的太成功了也不行。它这个里边是带隔层的，我就抠不出来了。你太聪明。最后一个了，你吃不？我吃完之后，往上飙，嗷嗷的。今天吃麻辣海兔金针菇，半点鱼，红烧肉，
太香了。米饭，哇，配咱们家锅的辣酱吃啊，更下饭。这个酱超下饭。这个酱配肘子，配面条，配米饭，都可绝了啊！比较辣，超下饭。我的天哪，你瞅瞅，把米饭给它倒进去吃吧，省事了。哇，太香！这个视频吃的不是很好，有点手忙脚乱的。哈喽姐妹们，来个小肘子。小甜汁
瘦肉比较多。嗯，蘸小料汁儿。